位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。佛教的近代高僧太虚大师，他提倡人间佛教，应顺法师跟东初老和尚也提倡人生佛教。那么近年来呢，也有很多的佛教团体大力提倡人间净土。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，什么样的环境才是人间净土？身为一个现代人，又该如何来建立人间净土呢？这里边有几个名词啊，人生佛教、人间佛教以及人间净土，三个名词。这是啊，以人类啊为基本、为出发点而推广的佛法。这是因为啊，我们中国人呢，从宋明以后，特别是近代以来呀，佛教徒们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了，多半呢，只知道这个佛教呢，就是啊，劝人为善的。那这还算好的了。那么其次的呢，就认为佛教呢，就是叫人家去啊，拜拜的，吃素的。那么其他的事情就是专门替死人呢诵经呢，就诵亡灵，安慰亡灵，超度亡魂。这样子一来呢，就把佛教啊，非常的低俗化的，好像就是鬼的佛教了。那就是鬼的宗教啊，而不是呢人所用的。能够认为佛教还是一个跟一般宗教都劝人为善，做好事呢能够升天堂，做坏事呢下地狱，用这种威胁利诱啊这种观念作为佛教的信仰的解释，这个就把佛教呢说成呢是一般的，就是所以神的一种宗教，或者是啊天的一种宗教。其实在2500多年前呢，在印度流行的、存在的、出现的佛教啊不是这个样。佛教释迦牟尼教主啊，一开始他就是啊为了救济人类的对生老病死所产生的烦恼、痛苦、障碍，以及呢，所以这个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平衡，因此呢，他才去修道、悟道、成佛，然后呢，就把悟道的道理和方法来告诉人，而普遍的让人间呢都能够分享，能够啊是有慈悲的、是有智慧的一种啊生活方式、生活观念。释迦牟尼佛在一生之中啊，虽然也有说到天上去的、上了天的啊，为他母亲说法的这种记者之外呢，他在啊悟道之后啊40多年的期间，都是在人间呢、啊，从印度的中印度的南边到北边，西边到东边，都是在恒河的两岸呢、啊，是来救人的，是来救世的，而不是啊，就是为鬼神呢、啊、而做宣导的。当然，佛教相信有鬼，相信有神，可是呢，佛法的功能是帮助人呢、啊，从内心呢、啊、产生慈悲，产生智慧的，而把叫人间呢带来和谐的，带来啊幸福的，带来安静的，
带来啊，人与人之间呢是互助的，那不是啊，叫我们呢一下子就是啊升天去，或者是一下子就到佛国去，或者是呢就是等待死亡以后呢用诵经啊来超度的。因此我们近代的几位大师啊，就是太虚大师开始，他也同时主张啊人间净土的。他那个人间净土啊，就是希望在人间从物质上的、制度上的能够啊改善，另外呢也从啊人间从文化上的、观念上的、生活上的来啊净化。那如果说能够做到的话，也就是说佛国净土就在我们人间会出现了。那么这个理想啊也不是完全不能实现的。因此呢在现在还健在的应顺法师呢主张人间佛教，那这是啊非常这个原来面目的佛教，这是人间佛教。那么这个太虚大师和东土老人呢是我的师父啊，主张的人生佛教呢，也就是说为了人的生活、生命、生存而实施的和信仰的而用的宗教，叫做人生佛教。那我们现在法鼓山呢推广的人间净土呢，就是结合着释迦牟尼佛的根本精神，然后呢再推动啊太虚大师的、云顺法师的或先是我的师父东土老人的这些观念呢，来啊帮助我们人间能够净化人的观念，净化人的行为，净化我们的社会。所以净化的意思就是推广慈悲精神，这个减少啊甚至于呢这个消除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、猜忌和啊斗争、矛盾这些问题。其实只要一个人的心理有改善了，他的生活也有改善，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呢也会受到影响。因此这是叫做人间净土，我们正在推动、正在推广之中。阿弥陀佛。